Thank you.
叫带来贴片的。这样有对对中吗？没有吧。对啊。你就贴大概这样，你那可能就撕掉了。你知道吗？拿好哦，好，他这个会跑出来，我帮你扶着，扶着，啊，小心，他这边会停的。啊，我刚刚放在这边拿好了，好，他这边。我是穷子的呀，这样子啊，哦，来哦，那个观音如牛。咱们不是报啊？啊，你家就不用了。啊，你带你去了。你要走，你要换岗。啊，你走。我有通告。哎，没关系，哎，他要请人，最好请。哎，我硬的啊，我硬先来擦来了。
我来叫我的秘书。倒看一下有一条线无？这都看不到啊，前面是扁平的。你不用怕甩吗？是吧？可以啊。可以哦。另外，迄阵是绿，是红色的哦。啊，都是金色的啊！你也看不出来。那是看哪里？爱看鱼啊！哎，你做的字啊？哦，这有写顺丰的，那前面写啊。顺丰你。对啊。哎。Hello。不是，博主说，就是在里面。嗯，对。啊？错中了吗？你准是不是听鱼啊？对啊，对啊，对啊。他们武器要不要向外？因为这样会撞到释迦牟尼。出来看过几点啊？嗯。中间没有写啊，确定也是疯了。对，就是疯了，因为确定也是这样，确定也是这样。那你这也是不放旁边？他这个要报给他。好来哦！我教你怎么记的，绿色的眼睛好像是黑色的，绿色的这个是白绿色的，好吗？好啊，对。那武器要调一下。好，那对啦，因为迄个村里个拢揢波头的。现在是看武器还是看那个？多好，还有一些什么知识？看知识。那就没有小白兔的啦。这里啊，这里有小白兔的啦。这个是穿比较什么？谁的啦？奥地利的啦，放心。向向咱迄个玉皇上帝、三官大帝、南北斗神君行三拜嘞，一拜嘞，再拜，三拜，啊来向后转，来请跪。
在大中华民国哦，啊，今仔日天文岁数，2021年12月23日，这个五子建成西湖宫70周年，这个活动到今仔日哦啊圆满。请神以及领兵整个行程啊完成。现在恭喜定年太岁何阿星君谢文素文，佛以勿患心以除岁除旧岁，民安国泰民新春，渐进西伯公众善信。诚惶诚恐赤手金句，中华民国台湾省高雄市大寮区中庄李自强街71号公廨壬寅年111年值年太岁贺二星君之家臣曾备清香花茶五果财帛之仪，聊表公廨之臣。素文曰：“云臣无才，运济三阳，门荫瑞气，仁爱春光。岁还转于甲子，节素已患于沧桑，拔扫残灰，度迷津而解厄，欲离生如。”庆丰岁以迎昌，四爷讴歌，恩波永沐，万姓宾服，岁因难忘，马车风云代驾，天阙被相望，愿将庇佑。有志起席又无将锦树三拜一雄雄再雄雄三雄雄锦书众渐进西伯公管理委员会以及社团法人弘道会李监事团敬拜上书文，来三拜咧，啊，准备行这个团拜，啊，是说咱供上咱这个提早，哦，啊，供上上神安尼，哦，一拜，再拜，三拜。恭送诸神圣真回天，述职谢恩述文，伏于蜡鼓声中吹岁序，桃符引里牙春来。五子渐进西伯公众善信，诚惶诚恐赤手顿首金句，中华民国台湾省高雄市大寮区中庄里自强街71号恭送观音如娘佛祖、三观音佛祖、九海明师佛子、麻豆五府千岁、港口宫黑面三妈、天上圣母、台东天后宫金面妈祖、北港五德宫天官五财神、北港朝天宫天上圣母、关子岭碧云寺。观音三妈等众神仙圣佛回天述职之日，诚心诚意备香花果食书财帛之仪，聊表恭送之臣。述文曰：“春来天上福满人间，七情六欲早已脱俗
早已脱枯番薯，是为八德神感神教感化国间，济国泰而民安，复年丰而物富，气念诸神代天宣化，绝世富民，非鸾禅教消劫祸于东土，济世施邦，憨离树于八弘，仰慕恩慕深忏呵护，四目利以图报，其民心而感赞。当时岁暮，正值万圣奏闻玄府之日，乃何进弟子送毕天阙之旗，云车待发，天路相望，复望众贫将好似诸咒天阙，乃习红佑佑我人间，从生面命耳提之回，朝辞来徐，仅书弟子姓余。五指渐进西佛宫观音委员会由弟子林文华先生代表，社团法人渐进西佛宫弘道会由弟子陈松柏代表，于天运岁次111年12月23日渐进西佛宫众委员及理监事等人员在此恭送神佛三进香礼一拜再拜三拜，后来请去。来，还佫拜三个，来，一拜，再拜，三拜，再来，还往左边传。左靠来的。左靠三档。左靠三档。来双手合十吼，啊向咱五指建成师父宫，这个大神大德观音如来佛祖、三观音佛祖、救化民主佛祖，以及六位众神佛吼，啊在此地主信女向这个上神吼，啊这个回天素质吼，啊三拜咧来拜，再拜。三拜
乐行。好，好啊，小金，小金，小金。怎么玉山没想到你。阿姨公司感觉是这样。